新闻头起先来关心一连串热闹的元宵晚会活动。鹿港镇朱孝公朱孝社区伫咧新历三月三号当天举办一场社区活动，伊发送 DIY 的古早小提灯，邀请民众共同来压着这个古灯设社区。最后嘛伫咧庙埕广场举办摸彩活动，甲药灯谜，甲乡亲欢度元宵节。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好。欢庆元宵节，鹿港朱孝公甲朱孝社区现场阁准备灯谜，甲民众同乐。推三阻四，再次重来啊！哈，一二三，真诶哈，再许多哈，来阮慈乐宫、慈乐社区哈，提灯笼哈，看看。足侪啊，嘛是一寡吼了解阮慈乐宫吼，阮慈乐宫就是旧年吼建庙的时阵吼，再来完成吼立会安坐。啊，阮慈乐宫吼啊，今啊嘛第一届来办这元宵节吼。啊，另外嘛，就有摸彩活动，有我旧年吼元宵节更加有意义。啊，来办这个庆祝元宵吼，啊，咱就传着迄个600的古早式的迄个古灯，吼，啊，要来予咱大家现场的善男信女吼，会当。怀旧一乍的迄个农业时代的那个情景，哦，啊，予大家看到咱大家欢喜快乐，十二公甲十二司机都感觉很欣慰。现场还阁发展歌灯，民众已排队领取，家长嘛讲，予囡仔做回来参加社区活动，感受真高的过节气氛。才有过年的气氛。对呀、啊，才有过年气氛啦、啊！可以聚集一些村民的带动一些村民出来，有一些活动，聚集他们的能量这样子啊。乡亲这回来到在地信用中心朱孝公，热烈欢庆元宵节，让现代人唔通放袂记传统年节的美好，嘛希望让大家更加熟悉朱孝公，这回来拜拜祈福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鹿港采访报道。